作为游戏玩家，上了一天班后回到家里，打开游戏，其实除了获得游戏乐趣之外，更重要的是放松一下身心。但是现在有很多游戏不仅干度非常的高，玩起来很累，感觉这样就失去了游戏本身的意义。一般来讲 SLG 的游戏算是比较干的游戏了，但是最近首爆的 SLG 三国谋定天下，它的制作团队就由玩家组成，所以他们很了解 SLG 的痛点，游戏不锁卡，不卖资源，不卖加速，还努力降低干度。比如快速建造功能，不仅省时省心，还很照顾不熟悉 SLG 的新玩家，降低入门门槛，还有快速分兵和回城快速补兵等实用选项，大大减轻操作繁琐度，强化游玩时的流畅感。前期培养角色完全不用担心资源浪费，游戏有等级置换和经验继承功能，抽到的新武将可以提升经验无压力。不仅如此，游戏还开创性的设计了六个不同的职业，就是为了让所有类型的玩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游戏乐趣。目前游戏已经正式首曝，并将于明年1月4号开启付费删档测试，感兴趣的玩家可以关注官方三国谋定天下，了解更多游戏信息。